一命换一命。那我看看，是我的心意，还是你的命意？勾结星火会，对抗督军府，这就是下场。你胆子不小啊，敢在他眼皮底下行动。往往最危险的方式，才是最安全的。有一个知情人，他绝不敢动。尽忠还是要命，你自己选。我要你接近这个女人，查清她的身份。她怀着歹心接近姐姐，骗情害命，我却成为仇人的门徒，在她身边待了五年。江慕寒，我要你血债血偿。